真兄弟戏强，这是他们兄弟党在中华职棒第一次在义军的例行赛投打对决。哦，面对哥哥第一球不啰嗦，147，哥哥也笑了。哎呀，投我都投这么准的吗？哇，现在岳家人要怎么办？要帮哥哥还是弟弟加油啊？这时候只有保持中立，保持中立。岳家兄弟党，亲兄弟明算账。哦，连续两球都是速球，而且都是走中间。146。现在是岳少华球数取得了领先，下一棒是岳振华。哦，这两个打席啊，都看岳家人的表现。岳东华、岳少华、岳振华，现在岳少华有没有办法把哥哥给三振掉？两个好球没有坏球，三颗都是速球哈。嗯，越飙越带劲儿。那这一局要不是因为守备失误，其实应该早就完成他这一局的任务。但他就没有办法跟哥哥对决。嗯，他应该是不希望在这场比赛跟哥哥对决啊，因为代表就是会有危机啊。我现在先想办法把哥哥给解决掉，吃掉两分都不是则失分。两好一坏，变化球，擦棒被捕。这个时候岳少华把哥哥岳东华给三振掉，这次亲兄弟明算账，是由弟弟岳少华占了上风。不过这个半局兄弟再攻下两分。